制造一条冬兵的手臂需要花多少钱？电影中冬兵拥有不止一条手臂，第一条是美国队长二中的机械手臂，这条手臂是九头蛇组织给冬兵安装的，科技非常先进。个人认为带这条手臂的冬兵是最强的冬兵。该条手臂的材料为钛合金打造，没啥好说的，最贵不会超过500万。咱们着重讲解冬兵的第二条手臂，这条手臂一拳可以释放30吨的重力，相比第一条强了太多太多。这条手臂是黑豹为冬兵打造的，材料方面大可放心，绝对比以前那条坚固耐用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正金，稀有金属正金，又名新钢，来自天上的陨石，是非洲瓦坎达的特殊资源。正金十分坚固，它特殊的分子结构使它几乎坚不可摧，因为它的分子是相对静止的，使它几乎不传导热量和动能，这个特性可以使它吸收热量、能量和动能。同时正金也是漫威宇宙中最昂贵的材料之一，售价高达5万美元一克。不过冬兵这条手臂也还好，巴基在成为冬兵前体重为75公斤，装上手臂后体重为118公斤，由此可以计算出手臂重量为43公斤，43公斤等于43000克，再乘以5万，简单计算得出冬兵手臂价值21亿5000万，还是挺便宜的。